首先呢，拆出来的是我们好六之家的童年合影。啊！你们四个不知道你们曾经有过一张合影吧？哎呦，这个是谁？我的天哪！这么可爱，那一看就是赵老唐，这一看就是赵老唐，一点都没变。那是文静。文静。不得不说，文静的着装也是偏复杂嘞。对啊。你看老秦从小多漂亮，那是个啥呀？我姐给我弄的，那玩意儿是窗帘。老秦为什么是这样？特有范儿。剑刺是真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嘞啊！从小就当大哥的料啊，大哥都这么粘。这个 pose 有没有？真的是从小就爱摆 pose。这种把大家童年旧照合到一张照片里的做法真的好诡异啊，是不是？